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大智钓具的大智先生。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赤鸮吼，这个钓虾竿吼，等真的是有够久的。就是说，它其实之前的做第一批出来，第一批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数量真的很少啊。可是后来吼又有在追加，后来追加一直过了好像好几个月，到现在才到货。然后我们先介绍东西，好来。这个哦，它外面是一个一样跟那个什么清明剑啊，什么鱼肠剑都一样，是一个这个布套。那布套我们把它倒出来之后，吼，这个布套其实还蛮有质感的。它的真正的盒子是长这样子，啊，长这样子。精装版，我觉得这个就是锦盒啊，就是人家古时候讲的那个什么梦幻艺品啊，锦盒啊，然后旁边是这样子。它这里有做两个磁扣。有两个磁扣，哦，然后后面写地道之剑，哦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来，从这里，这里这个拉的，哦，就这样打开来，哦，有那种黄裳的感觉，哦，长得这样子，然后这里哈，哦，这个剑鞘嘛，就跟清明剑一样，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好说的是在这里，这一块的握把基本上是木头的。木头的，然后他去车这个应该是铜电镀金，哦，铜挡点金，然后去做一个镂空，做一个镂空，给它套上去。这个手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在台湾的钓虾竿里面从来没有手把有过这样子的设计，哦，然后一样抽出来是一个剑鞘，剑鞘，哦，是一个剑鞘，然后它里面是这样子。哦，我把它放平好了，让我们摄影师拍一下。哦，剑鞘还蛮好玩的啦，吼。然后来这里特写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木头很有意思。木头这里面也是木头，它这你感觉出来，这里的木头跟这个木头是一体的。然后它是去车一个桶，然后。这个上面的镂空应该是，我觉得是雷雕的镂空，啊，我看一下，因为这个如果是机雕跟雷雕是不一样，雷雕的镂空没有错，雷雕的镂空之后，它去电镀金色，然后再套上去，套上去，然后这个你说这个木头是什么木头？这个大师现在对木头没有非常了解，不过。看起来是不错的木头这样子，然后抽出来哦，因为它这一只哦是92的92H 腰身挺不错的哦，它抽出来哦，来我抽给各位看，它抽出来哦是这样子，从这里拍这边，哎，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对焦，抽出来前面这个一样是那个什么金色的，然后第一节。红色的，然后它红色你给它旋转，你可以感觉到它有一些金粉的成分，金粉的成分。第二节抽出来一样，好，哦，它这里这个小头的地方有第二节的小头，画一个金色的在这里装饰，然后也是一样，红色的带有金粉，还蛮漂亮的。第三节，哦，红色的哦一样带有金粉。第四节，因为它这个是四五六七嘛，到第四节就开始有这种。它的这个花纹，它的花纹哦，第四节你就可以感觉它有花纹哦，然后第四节抽出来哦有花纹，第五节一样哦，跟第四节一样也是有花纹哦。这支杆子其实还蛮漂亮的哦，然后再抽出来一样，然后这里的花纹有没有是印上去的，然后本节这个花纹。这里都是立体的哦，这里都立体的，然后把本节翻过来，这里全部是立体的，凸出来的哦，可以摸到。然后手把是这样子，这里写 Okuma， 哦，这里写 Okuma， 哦，这里写 Okuma， 这里写 Okuma， 然后这里写地道之剑，地道之剑，哦，还讲真的还蛮有特色的。然后整体感哈，哦，以这整体感写呢。整体感，安尼，整体感是安尼。我们买东西其实在看吼，是在看整体感。它整体感吼还真的蛮不错的，哦。
那这个大志先生目前到拍影片的现在当下，因为这是今天刚寄来的而已，在到目前拍影片的当下，四五六七有两只，来要怎么买呢？我们看这一张名片哈，这一张名片的右下角哈，你可以加我 LINE 的 ID，LINE 的 ID 哈0980212172，你加下去哈，叮咚他回复你的是大志先生本人，我亲自为你服务。然后哈，那个我们 LINE 的回复时间跟我们店面的营业时间是一样的，下午3:30以后到晚上9:10，星期一到星期六。然后这个左边这里哈，左边这里有那个脸书的粉丝团、钓鱼的资讯、商品的资讯、什么的资讯，哈，各种资讯都会在脸书的粉丝团。各位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按一个赞，顺便按一个追踪。好，那也可以直接加我的 YouTube， 好，搜寻高雄大志钓具。然后按那个频道订阅的小铃铛，直接开启订阅通知，只要我们有新的更新影片，都可以随时让你接收到，让你看到第一手的影片，然后来摄影师转一转，我们是实体店面，实体店面就是跟实体店面购物买是怎么讲啊，比较不用担心说这个货啊是从哪里来的，还是说渠道货物的渠道正不正规，我们都是正规的，我们直接跟这个像这个欧福玛的总公司购买的，所以以后如果说你需要售后或者是维修，好，只要是你跟我们买的商品，都可以直接找我，好，不用担心说你的钓竿会变成孤儿，好，当然我们只售后维修自己卖出去的哦，是这样子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哈，跟我买的话有 VIP 服务。什么叫做 VIP 服务？就是说，要是今天你钓虾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可以传来跟我约时间，约时间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打开 LINE 的视讯，一对一真人服务。一对一真人服务的时候，就是说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让你直接问，直接一对一真人教学。各位这样子知道了没有？好，那这个的定价的话，来这里，这个目前的定价它是5500，我们特价是4700。好，那我们现场。这个包括这一组，我把它装回去。包括这一组，就是剩下两组而已。其实这个阶段影片，大志先生本人一直在考虑说要不要拍啦，因为有时候拍完之后没有，可能隔天客人来刚好就买走了啊。不过还是觉得说拍一下，留个影这样子，好，那今天这个促销就为各位介绍到底就好了，谢谢各位。